股市蜘蛛人，获利不求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蜘蛛人，我是蜘蛛人阿豪。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录影的时间是在12月4号礼拜四这一天哦。来，我们来赶快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哦。12月4号我们用盘前挂价9200-9213再多。12月4号这天金融1075还有电子全面再多哦。各位你会问我说啊，老师安内多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啊，我只会跟你讲一句话，各位，就算是新手，你如果真的找到一个对的团队，同样也会有好结果哦。真的是这样子吗？来，各位啊，老师有一个特色哦，我不会跟你讲的太大声，但是我一定用证据来帮阿豪老师讲话。我们直接来看证据，就算是新手，真的就有好结果吗？各位，直接跟各位看哈，我们也不用举太远的例子。我们录影这一天是礼拜四，对不对？来，我们就从礼拜二看到礼拜四，三天的好啊，三天你就有感觉了。来，各位，礼拜二阿豪是不是在盘后的节目，是不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当天我们做了什么事？9006再来一次，当然是权力不多啊。各位，9006权力不多，到今天礼拜四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260点呢？260点呢？啊，你们要讲啊，老师啊，只有260点啊？如果这样子只做一口，好像有点太少了呢。当然啦、啊，当你已经非常精准的去抓到这个转折的时候，怎么可能只有一口就放过它？所以接着那个继续看下去哦，来。礼拜二这一天，我们是不是非常精准的去抓到这个波段的一个低点转折？9006，我们已经先布局的这个多单了哦。来，各位，那昨天呢、啊？昨天阿豪是不是也是脱光光，都没看白，直接跟各位讲，12月2号是不是再来一次9006多？12月2号礼拜二，当然抓到转折之后，要狠狠的咬他一口，削他一顿嘛。收盘价9031，直接流餐再多。那礼拜三呢？当然也不要放过他、啊，直接盘前挂价9051再多，甚至我们的 VIP 的台子期、金融期、电子期，全面只有一个方向，全力多。各位好朋友，这样子真的会有好结果吗？来，直接给各位看证据吼。礼拜二是不是抓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低档转折？9006多就直接下去了，接着呢？9031多，9051再多，各位，光是到昨天礼拜三就已经得到多么棒的结果了。我们直接来看，各位，礼拜二是不是趁着压回的时候又再来一次？当然9006就多了嘛，就不要放过他们了。当然已经抓到了波段转折之后，只有一口，当然不过瘾啦。所以，我们是不是请会员朋友9031，也就是用礼拜二的收盘价直接再多一笔做流仓？礼拜三呢，直接用开盘价。9051全面多，各位，光是到昨天哦，礼拜三哦，各位，它是不是已经整整大涨209点了？那你说啊，老师，可是今天人家还涨到9266呢？各位，当已经抓到一个关键的低点转折的时候，这个行情就这么容易放过它吗？205点就放过它吗？当然不是啊，来。昨天是不是10:30的时候？礼拜三，不管是台子期，不管是金融期，或是电子期，只要有多单的续报，因为还有高点。什么时候告诉会员朋友的？礼拜三。为什么会这么有把握知道还有高点要流仓续报呢？各位，礼拜三，也就是在昨天。一大早我已经跟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都用简讯做过非常详细的一个盘前报告了，包括这个简讯的一个报告，我昨天都还拿到这个电视上公开的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各位，礼拜三8:22，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一大堆东西？但是结论就是什么？此波将有大反弹，直接先看多少？9270。各位，你再看一下哦，礼拜三。当天虽然已经大涨209点，来到了9215了，但是有没有到达我们的目标价？没有啊，我们预测到多少？9270啊。
各位，那既然还有高点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请会员朋友续报？不管是台指期、金融期、电子期，还有高点，当然要续报啊。结果呢，各位9270真的有来吗？礼拜三跟全国的一个会员朋友，包括说我们所有的一个观众朋友，我们公开的讲在前面的，真的有来吗？证据会讲话，阿豪直接拿证据给各位看。各位，9270礼拜四，也就是我们录影的这一天，12月4号，到底有没有来？各位直接看，各位，礼拜四12月4号，今天的一个最高点在哪里？来，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大。最高点在哪里？可以的话，再大再大，放到最大，多少？9266。你讲啊，老师，真正是不得不跟你拍拍手，拍拍手不好啦，你要赚到钱较重要啦。所以各位，啊，为什么在礼拜三的时候要请会员朋友，不管是台指期、金融期、电子期，全面多、全面流长？各位，金融期礼拜三8:30，金融期买在多少？1060。各位，还有波段高点要留仓，这个嘞，来，礼拜三金融期1060底价，礼拜三光是到收盘是不是已经先涨17大点了？金融期一个大点是1000块，各位，礼拜四再给你涨了6.6大点，来到1084.4，这样子有没有高点？回过头来看，从1060到1084，天哪，光是一口已经涨了24大点了，一个大点1000块，一口不可能满是。各位，再给你看一个更刺激的，礼拜三电子期是买在哪里？8:32，电子期361，全面不多。各位，礼拜三电子期收盘已经涨多少了？从361已经涨了5.5大点，是不是来到了366.5了？各位，那阿豪是不是预期仍然有高点？礼拜四还有一个高点，所以要留仓啊。结果呢，礼拜四再给你涨了2.8大点。回过头来看，几天的时间冷刚，礼拜三361电子期全面多，各位，光是到礼拜四已经来到了369.3了。各位，8大点，电子期一个大点是4000块，上涨8大点，你若是做多的一口，你是赚32000块。各位，几天的时间，礼拜三361买进，礼拜四涨了8大点，来到369.3。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是不是跟你讲，讲什么东西？就算是新手，你只要找到一个真的信赖的团队，是不是同样得到好结果？什么样的好结果？来，是不是证据又帮阿豪老师讲话了？啊，礼拜四呢，我们录影的这一天呢，当然不能放过他啊。既然阿豪都能够抓到波段高点，至少先反弹到9270，难道我会白白的看着他吗？那我们今天又是怎么带领会员朋友进场去做一个把握的？来，8:39，9230正负5点多，各位，这个是盘前挂胶，盘前挂胶一定要盘前挂胶，因为你唯有盘前挂价，你才有办法用开盘价买在多少？9213。来，8:37，再挂一笔，9200正负5点偏多不变，各位。光是这两个动作，你知道礼拜四你已经这个市场上最大的赢家了，是吗？直接给你看证据。来，为什么要在盘前挂价？9213就是开盘价。那各位，你怎么样才能够买在9213？怎么样才能够在12月4号礼拜四一大早你就买在第一个价9213？你要用盘前挂价啊。那阿豪老师怎么带领会员朋友？9230，请务必盘前挂价的，咱个看一下，是不是9230？8:39，会员朋友就收到动作了。
一定要赶快跟营业员挂单了。结果是不是买在第一个开盘价9213？各位，9213拉上去已经先涨了53点了，来到9266了。那阿豪老师是看多少？反弹至少先看9270，够不？那是不是第一段已经先把它抓下来了？好，那抓下来之后呢，压回9201再多，各位同样是盘前挂价啊，是不是再给你抓一段，再涨了43点，来到了9244。各位好朋友，这样子53点，这样子又是43点，各位，那你是不是这个市场上最大的赢家？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还有。有咯，当然有啊，抓到了一个关键转折，难道就这么容易放过他吗？当然狠狠的咬他一口啊。来，礼拜四8:41，金融期1075不多，盘前挂价。你看阿豪老师，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礼拜四你竟然有办法盘前挂价金融期1075多，结果呢？买在最低点，真的吗？证据会讲话，直接看。各位，12月4日金融期，12月份的一个金融期，最低点在哪里？1075，一点都不差。阿豪老师什么时候告诉会员朋友的？8:41用盘前挂价。现在你总相信了吧？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是不是跟大家讲？就算是新手，只要你真的找到一个对的团队，你是不是同样都有好结果？不是只有嘴巴跟你讲啊，我是不是直接拿证据给你看？什么样的一个好结果？来，12月2日9006多，12月2日收盘价9031再多，12月3日礼拜三9051再多，甚至包括台指期、金融期、电子期全面多啊，今天呢？12月4日用盘前挂价9200、9213再多，金融期1075买在最低点，电子期全面再多。各位，这个是不是阿豪跟各位讲的？不用话太大声，因为证据是不是帮我们讲了一句最漂亮的话？所以各位好朋友，就算是新手，只要你相信的团队，你真的找到那个团队，好好的跟他去做一个配合，你是不是同样得到你的好结果？所以各位好朋友，证据会讲话，阿豪已经尽我所能的把证据拿给各位看了。如果你看完之后，你还有这种感觉的，来，就怀疑耶，感情价是真的，阿哥就很害怕，就惊啊，而且会杀价，或是你根本就不想赚钱的，各位，那就非诚勿扰，因为我们是做品质保证的，我们的机会只留给有缘人。所以各位很怀疑真胆怯会杀价，或是你根本就不想赚钱的，各位非诚勿扰，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因为我们机会只留给有缘人，我们是做品质保证。先休息，等一下再回来。一起发生于住宅的火灾，啊！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快把瓦斯炉关掉！怎么还有声音啊？快身火烧厝的时阵，派侦测到有高温或浓烟，会随发出警报声响，火人有时间通知出来的人赶紧逃生跟打119报警。没错，而且自己动手装，便宜又方便，安装就自己去，安全无波比。请购买附有合格标示之产品，并记得定期更换电池哦。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获得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顾得投顾。谢谢你的帮助，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想帮助别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提醒您，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租给有需要的人哦，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最高每年还可获得10000元的修缮补助哦。目前已有6个县市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租屋服务平台，爱屋及乌，一起来。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其实在股票期货市场上，不在于你专精了多少，或是你在这个市场上你已经操作了多久，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对的团队来帮助你去掌握机会。所以阿豪是不是跟大家说，其实就算是新手，你如果真的是找到，你很用心的去找到这个市场上一个你值得信赖的团队的话，你就同样也会有好结果，哪怕你只是一个新手。真的吗？来，我们录影的这一天是在12月4号礼拜四齁。来，这一天我们带领着会员朋友怎么样去掌握住这样的一个成果呢？各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齁。来，各位，礼拜四这一天12月4号，我们是不是在盘前请会员朋友9230正负5点看多？来，还不够哦，因为这天的行情很特别，8点37分再请会员朋友再挂一笔9200正负5点看多，结果各位是不是真的有好结果？我们直接给各位好朋友来看结果吼。来，礼拜四我们录影的这一天行情非常的一个特殊吼。各位，它分成两段式，哪两段式？来，第一段呢，开盘之后呢，直接从9213直接给你狂涨53点，先来到了9266，但是呢，它做了一个急速的杀盘，压回来，压到多少？9201。再涨43点，来到9244。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情，你找到错的团队，或是你用到错的软体，绝对是多空两面八，有个输个九啊八了吼。可是各位好朋友，你仔细看，我今天怎么带领会员朋友？盘前挂价9200、9213再多，来你去看。盘前挂价9230，各位用盘前挂价的话，开盘价是开多少？9213啊，是不是用第一个价？用 beta 价，用第一个价直接就买了，各位。那当你买在9213的时候，阿豪是不是预期高点来到多少？9270。那它是不是真的已经涨到了9266了？那可不可以先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心甘情愿嘛？那压回来呢？压回来的时候，人家开始去追空，但是我们是不是在盘前就已经挂好了？9200正负五点多嘛，所以来到了9201的时候，二话不说，马上再多一笔，各位。再多一笔，结果再涨43点，来到9244。那你觉得你是不是这个市场上最大的赢家？所以阿豪是不是跟你讲，不是在于你研究了多少，而是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很用心去找到一个你值得信赖的团队，你就会有好结果。还不够，还不够。来，礼拜四这一天，既然已经有办法去抓到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了，也预期它还会有高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带领会员朋友？各位，台子期是不是已经吃两段了？两段先给抓起来嘛，啊，接着嘞，来，8点41分的时候，金融期1075不多，一定要用盘前挂价，1075不多，金融期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来，我们直接看吼，12月4号金融期高点1084，低点在哪里？88，刚好就在1075，各位，低点在1075，那你如果是在盘前挂价挂1075多的。你讲你是不是这个市场上一个最大的赢家？所以我是不是跟大家讲，其实你不用花到太多时间，你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在钻研没有效的一个学习，因为那个只是浪费时间。最重要的，你应该是找到团队，带领着你在盘中的时候一定要去做对的动作。你唯有做对的动作，你才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嘛。啊，得到好的结果，你才真的能够去赚得到钱嘛。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礼拜四是不是已经让各位看到好结果了？来，那我们也不用举太远的例子。礼拜二，当他再来一次9006的时候，我们请会员朋友全面多，但是
当你已经抓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的时候，难道只有9006一口多单就解决得了吗？当然不要放过它啦。来，礼拜三我们是不是也跟全国的投资朋友做了一个分享？12月2号9006多，收盘价9031流仓多，甚至在礼拜三的时候9051盘前挂价再多。那如果资金部位比较大的台指期、金融期、电子期的，全部通通有全面多。各位得到的是什么结果？那直接用证据来跟各位讲。来，礼拜二是不是9006多？礼拜二收盘价9031多，要用流仓的哦。甚至在礼拜三一开盘是不是9051多？结果礼拜三盘中就给你拉到多少？9215。各位，冷钢是不是已经给你狂涨209点了？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为什么还不够？因为真的抓到一个关键的转折，难道就这么放过他吗？当然要狠狠的咬他一口啊！10点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请会员朋友，不管你是台指期、金融期、电子期，续报，因为还有高点。为什么还有高点？你注意看，礼拜三的高点在哪里？9215。但是阿豪老师跟会员朋友报告的高点在哪里？9270啊！直播反弹至少先看9270啊！各位，那既然我们预期还有高点的话，那是不是要请会员朋友留仓？结果隔天礼拜四高位，高点来到哪里？把这地方放到最大。台指期是不是直接来到9266？所以台指期你是不是丢啊？你是不是抓到最高点？你抓到转折又能够抓到最高点，那你怎么不是最大的赢家？还不止这样子的，那难道只有台指期对吗？来，金融期，礼拜三8:30，1060多的高位。礼拜三金融期1060多，礼拜三收盘就给你先涨17大点了。礼拜四是不是还有高点？有啊，再涨6.6大点啊，直接来到了1084高位。回过头2天的时间，金融期从1060狂涨24大点，来到1084，一个大点是1000块。那24个大点呢？只靠那个冷门四千块，几天的时间，从礼拜三到礼拜四，都好你看一下，搁较刺激的。来，电子期8:32，礼拜三的时候是不是361全面多了？好，361全面多，结果到礼拜三收盘是不是已经涨了5.5大点了？来到366.5了，还不够，明天还有更高点。结果礼拜四再给你涨了2.8大点，回过头上是不是2天的时间，从361涨到了369.3，一共涨了8大点。电子期一个大点代表的是4000块，涨了8的大点。你如果是在361这地方布局多单的，各位，两天的时间就靠32000块。这是不是阿豪老师跟各位讲的？不在于你研究了多少，不在于你投入这个市场有多长的时间，而是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一个对的团队来当你的战友，你是不是就同样也有好的结果。所以各位好朋友，啊好，我也不用说太大声，因为我知道我是在讲是在做。各位是不是真的有好结果？这两天啊，我是不是都给各位去看证据？我也没让你看太久的时间，因为太久的时间你说拿那么久以前的事情来跟我讲，三天你就有感觉了。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在这我也老实说啦，来啦，让你看这么多证据啦。如果你还是这样子的一个观众朋友，真的吗？哦，我很怕，我不敢做，还是打电话来就是要杀价的。各位，甚至你一点都不想赚钱，你根本就不想赚钱的，你是来闹的。各位，非诚勿扰，非诚勿扰，因为我也说到很白，因为我们是做品质保证的。啊，你如果在那里怕东怕西，又要来杀价，又不想赚的，那你不用来，我们机会只留给有缘人。我不怕你是这个市场上的新手，因为我知道，即便是新手，你真的找到一个对的团队，真的找到一个精打细算的团队来当你的战友，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一个好结果。所以各位和平，我再一次郑重的说声明吼，弯起这品质保证的，如果你看完之后，你看了阿豪光溜溜的，也没有盖牌，直接拿证据给你看，你还是很怀疑，还是假当假塞，还是要来杀价的，或是你根本不想赚钱的，那就非诚勿扰，因为品质保证，我们只把这个机会留给真的有缘的朋友。所以各位和朋友，感谢你的收看。如果
你是真的我们要寻找的人，各位欢迎打电话，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别让病菌无意间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用肥皂勤洗手，守护最亲爱的家人。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妹妹啊，去洗碗喽！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我可以当科学家，我可以做工程师，我甚至可以开飞机，我可以，你也可以。 CEDO 促进性别平等，让世界更美好。